各位，我花千骨不会说什么大道理。我只知道，要么今天守住蜀山，要么以身殉道。总之，山在人在，山亡人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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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蜀山的士气不错嘛，但不知道能撑多久。哎，护法您多虑了。 这事情可屁用啊！更何况在护法的带领下，这蜀山不过是大水崩沙，这一冲即崩啊！好，那今天就当给大家一个练练手的机会。嗯，是，给我杀！看我的！ 接着打！坏蛋，坏蛋，坏蛋了！哎呦！爷爷好厉害呀！别高兴得太早。 这只是七杀的先头部队，他们下一步进攻肯定更加厉害。旷野天，呀！ 阵法被他们给破了，快起来！所有蜀山弟子退守大殿。走！易小轩来信说，清虚尸体已到手，让我们迅速撤兵。退兵？ 死了那么多手下，他让我退我就退。护法，这可是易小军。我管他什么易小军。今天谁敢拦我，我就杀了他。哼！不灭蜀山，我单春秋誓不罢休。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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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摆阵！
久没有碰到这样的高手了。少废话，到底能不能破阵？护法，给属下一盏茶的功夫，定能破阵。还不快去！从今往后，蜀山将由你来掌管。什么？掌门你？蜀山弟子听令。是是是是。你们赶快离开蜀山，不要再做抵抗，以免无谓牺牲。顾董，你要干嘛？我要出去应战，拖延时间。你们赶快离开。娘亲不要。顾董，哎，东方先生，掌门。云隐，帮我照顾好他们两个。丫头，终于肯现身了。你现在乖乖跪下来跟我求情，我会大发慈悲，不杀你哦。单春秋，蜀山宫羽就在这里，你不是想要吗？凭本事过来拿呀！华千国，就凭你，需要单护法出手吗？怎么，你们是怕了吗？这样，我接你三掌。若三掌之内你能将我打倒，蜀山宫羽还有蜀山我便双手奉上。我保证所有蜀山弟子从今往后绝不踏进蜀山半步，但是若三掌以后我还能站起来，你们都给我滚出蜀山，也绝不踏进蜀山半步。单春秋，你敢吗？第一掌我才只用了三成功力而已。是吗？我只用了一成而已。好，那就接第二掌。还站得起来吗？啊，还站得起来。还有一掌。掌门，掌门，我替你接这掌。退下。掌门。退下。都交代好了吗？受死！
一条奇门派之战的话，那今日我便留你不得。圣君，是谁让你来骚扰蜀山的？圣君，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不许骚扰蜀山！你把我的话当耳边风了是吧？圣君。 属下想要为你攻城拔寨，一统天下。我杀阡陌要一统天下，只需动根小手指头，用得着你帮倒忙吗？清虚当年对我有救命之恩，你不但杀了他，还想屠蜀山满门，你想把我置于何地？属下不知道。等我回去再收拾你。 今日乃是我管教不严，你若想杀谁，告诉我便可以。还是需要我帮你啊？住手！<笑>带你的人滚回七杀殿。大事不好了，清虚师尊的遗体不见了。什么？ 怎么样？尊上，尊上，你怎么来了？得知蜀山有难，我就赶过来了。如今七杀已退，不过清虚道长的遗体却遗失了。什么？清虚道长遗体遗失了？都是我没有，连清虚道长的遗体都没有守住，我怎么面对蜀山的弟子啊？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幸好尊上能及时赶过来，要不然你性命都难保了，娘亲。云英把事情都告诉我了，你以身护派，保住蜀山，你做的确实不错。不行，我要把清虚道长的遗体找回来。你伤势不轻，好好休息吧，其他的事情我会处理。你照顾好他。我知道了。 尊上，骨头没有事吧？他没事了，那就好。凭一己之力就能打败七杀，看来你的机关术在世间也是数一数二的。尊上夸奖了，在下自幼就酷爱此道，机缘巧合之下，拜了散仙洛河东为外门弟子，受到点真传而已。洛河东，他近来可好？这说来也惭愧了，我有好长时间没见到我师父了。 你一直和他四处奔波。嗯，我志在庙堂，专心科举。我师父他游山玩水，高兴的时候就来看看我。弄不好我们一年至多也就见一次面。小谷，尊上，梳洗好了吗？梳洗好了就跟我去大殿。现在吗？对。
清风清扬率众弟子拜见掌门。留在城留学艺，与礼不合。那我就尊上此言差矣。尊上，城留跟蜀山千百年来守望相助，而且尊上跟师兄乃是至交。现在蜀山凋零啊，如果花掌门及两家之船的话，那重振有望啊，望尊上成全。尊上不是说仙界各派都应该同气连枝吗？我们就抛开门户之见，不对吗？好吧，既然两位长老不介意的话，你可以继续留在长留拜师学艺。谢尊上。恭喜掌门。掌门，大家都起来吧。师叔，我现在马上就去安排正式的掌门授予仪式。快去。云隐，此事不急，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找到清虚道长的遗体，其他以后再说吧。是。神器的下落，说。阁主，您没事吧？清虚这老东西，人死了还是个倔骨头。但我想知道的是，不管你的骨头倔还是不倔，都必须乖乖的给我说实话。东西，这里有十方神器的下落。位置是确定的，但分散在各个门派当中，能不能拿到手，就看你有多大的本事了。一秀君，你利用我去攻击蜀山，声东击西，自己趁机盗了清虚老道尸体，然后跑了，知不知道？差点被你害死。我不是送信让你退兵了吗？这是你咎由自取。你，你还是想办法如何盗走神器吧。这骨头怎么还没回来啊？骨头，你终于回来了。尊上，这是我们已经见过面了，你忙了一天了，累不累？千骨，
我们回房。尊上，尊上。一个连自己身份来历都隐藏的人，不值得信任。啊，尊上，东方，你别介意啊。尊上的意思是……你放心，我才不会在乎他的想法呢，我只在乎你的想法。你是我的朋友，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那我先去看看尊上了。哦。尊上，请喝茶。尊上，东方，他真的是个好人。那他的来历，你清楚吗？他说的话是真是假，你又能分辨吗？他是我的朋友，他不会骗我的。小谷，人心叵测。你这么对人推心置腹的话，小心吃大亏。再说了，你连他的来历都不清楚，又怎么分辨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呢？我跟他从认识开始，他就一直在帮我，包括这次蜀山大战，也多亏了有他帮忙。小谷，你听我说，曾经帮助过你的人，要害你，是更加的易如反掌，明白吗？进来。掌门，尊上，长流传来消息，松里山不归雁被盗了，其掌门身受重伤。好，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我得回长流召集各门派来商讨对策。这边清虚道长的尸体丢了，那边不归雁也丢了，难道是尊上？一定是有人想通过清虚道长的遗体打探到十方神器的下落，是逸秀阁。好，我这就去逸秀阁。尊上，我也去。尊上大驾光临，不知有何见教啊？你干嘛？尊上天下已无敌手，杀我易如反掌，你保护得了我吗？退下。是。不知尊上今日找我有何事啊？把清虚道长的遗体交出来。清虚道长的尸体被盗了，这可是天下一大奇闻呐、啊！还有不归雁，我相信尊上不会无根无据把偷清虚道长尸体和不归雁的罪名扣在我逸秀阁身上吧。这普天之下，除了逸秀阁，还有谁会抓着死人的遗体不放呢？尊上，怪不得你们各门派总打不过七杀，原来你们把所有心思都放在胡思乱想上了吧。不要逼我出手。尊上身为长留掌门，各派之首，要想把我逸秀阁铲为平地，结束我的生命，易如反掌。哦，不行不行，尊上动动嘴皮子无理取闹没问题，但如果真的杀人又没根据，这不是叫人授人以柄吗？这可不是尊上的为人呢。阁主，我想跟你做一笔交易。小谷。尊上，这是蜀山派的事儿，恳请尊上让小谷自行处理。该说的我都说完了，二位请便吧。阁主，尊上，
我们真的就这样走吗？难道你想把一宿阁夷为平地吗？可是清虚道长的遗体是有轻重缓急。清虚道长的遗体固然重要，但是拿到十方神器更为要紧。尊上，你说这件事情会不会真的跟一宿阁有关啊？小谷，我也会长留和大家商量对策了。没问题，尊上放心吧，我的御剑术已经进步很多了。我走了，尊上。白掌门之剑，松立山不归雁的失窃才仅仅是个开端的话，那么其他各派所负责守护的神器那就都有危险了吗？洪荒县天下灭。诸位，眼下最重要的是不能让七杀及其十方神器，否则洪荒出世，天下便是一场浩劫。那你有什么好主意吗？啊，这次请诸位到来是为了让大家交出手中的神器，由长留统一重新分配安置。由长留统一重新分配安置，这岂不是更加方便了七杀？只要攻下了长留，谁还拦得住妖神出世？哎，对对对，温掌门说的在理呀。这神器要都交给长留来统一重新分置的话，这恐怕不妥。况且这些神器我们已经守护了上千年了，是吧？啊，我看还是再想点别的办法吧。现在七杀已经蠢蠢欲动了，若是咱们不齐心协力的话，恐怕他们还没有攻过来，咱们已经败下头阵了。不把神器交由长留保管，就是失去了头阵。难道对抗七杀就只有你们长留吗？总之，神器就在我手上，不怕死的就来取。各位，告辞了。告辞了。告辞。什么谁啊？找我有何事啊？怎么了？没事就不能来找你吗？嗯，对了，你在想什么呢？我在一宿阁遇到了一个神秘高手，他的身手像极了一位故友。一宿阁？和你旗鼓相当的人会甘心在一宿阁当傀儡吗？就是不可能，所以想不通。啊？想不通，师兄也有想不通的事情啊！哎呀，真是难得啊！这个一宿军行事向来高深莫测，现在身边又多了一位来历不明的高手，看来咱们得多加提防。是啊，你放心吧，我会加派人手留意一宿阁的。哎，对了，蜀山那边情况怎么样了？那丫头，她还好吧？从今往后，蜀山都会平安无事。
那丫头还真的当上蜀山掌门了，真是因祸得福啊！啊，是福是祸，还很难说呢。哎，我说师兄啊，怎么今天总感觉你话中有话的样子？啊？你看，你又来了不是？行，我走了啊，啊，不打扰你了。哎呦，这个神秘的黑衣人，难道会是他？啊，掌门，你回来了！终于回来了，我们都不知道去哪儿找你啊！我去了趟一宿阁，什么都没有发现。哎呀，不用找了，掌门，师兄的遗体已经送回来了。什么？在哪里找到的？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发现师父的遗体已经恢复原位了。我们去看看。小骨不好，没有保护好您的遗体，还请您不要见怪。您放心，从今往后。千骨是不是已经当上蜀山掌门了？当上了，当上了！千骨已经顺利当上蜀山掌门了。哇！有天理啊！终于有人要帮我洗一个月的脚啦！千骨真是太了不起了，年纪轻轻已经是一派掌门了。嗯，蜀山掌门有什么了不起的？蜀山在他手里，迟早得灭门。哼！去去。禀告师父，师叔，所有新入门弟子的验生石已经清点完毕，但是弟子发现了什么？唯独不见花千骨的验生石。什么？啊，弟子办事不力，请师父责罚。起来吧。花千骨的验生石在我这儿。十一，你先下去吧。是。子画，你拿花千骨的验生石干什么？调查一些事情，就暂时先放在我这儿吧。师兄，你让十一把新弟子的验生石拿到这儿来做什么？子画，难道你忘了吗？仙剑大会之后，长辈弟子就要开府收徒了。选好了就要在他的验生石上滴血，确立师徒关系，让徒弟跟随师父的品行，心意相融。是啊，还有一个月就是仙剑大会了。嗯，这一届仙剑大会资质最高的便要数倪漫天和硕峰。倪漫天出自蓬莱，家学渊远，基础深厚，而那硕峰
天生一骨，心无旁骛，更是修道之奇才。所以我认为本届仙界大会最有希望胜出的便是他们二人。历届掌门的弟子都是仙界大会的魁首，所以我认为你带弟子应该是他们二人中的一个。至于花千骨，他现在已经是蜀山的掌门，天下人皆知，他应该不会再回长留来了，所以他的验生石扔了也罢，已经不再重要了。我已经答应让他回长留。东方，你现在就走啊？啊，是啊，我看你也没大碍了，我就收拾下附近赶考喽。你这一走，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了。爹爹，我舍不得你。爹爹也舍不得你啊。只是不知道你娘亲是否跟你一样哎。哎，但你别急，等你爹爹金榜题名时，就是娶你娘亲之日。东方，你不要再跟我开玩笑了，我都说了把你当成哥哥了。啊，好了好了，我不逗你玩了，我也差不多要走了。爹爹，我不要你走，不要你走，不许你走。汤姆别哭啊，爹爹答应你会尽快的去长留去看你跟你娘亲的。啊，汤宝别哭了啊。我不会，我不。别淘气。真淘气，汤宝。哭还这么淘气。别哭啊，别哭，别哭，啊，唐宝乖，啊，听话。云影师兄，我不在的时候，门中之事就由你来掌管。如果有无法决断的事情，就请清风、清扬两位长老帮忙。掌门，你且安心学艺，门中之事由我们三个看着呢。嗯，好。门中琐事繁多，你们就留步吧。好。恭送掌门，恭送掌门，一路平安，一路平安。告辞。子华，你一定要记住师父的遗训，一找到生死劫，必须杀无赦，杀无赦。师父，弟子不孝，未能遵照你的遗愿，但弟子保证